抗原诱变或抗原改变是指原生动物、细菌或病毒等传染源改变其表面的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，从而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的机制，是抗原逃避机制之一。增加，这与相变有关。抗原突变不仅使病原体能够逃避当前宿主的免疫反应，而且还使它们能够重新感染先前感染的宿主。抗原诱变或抗原改变是指原生动物、细菌或病毒等传染源改变其表面的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，从而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的机制，是抗原逃避机制之一。增加，这与相变有关。抗原突变不仅使病原体能够逃避当前宿主的免疫反应，而且还使它们能够重新感染先前感染的宿主。抗原诱变或抗原改变是指原生动物、细菌或病毒等传染源改变其表面的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，从而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的机制，是抗原逃避机制之一。增加，这与相变有关。抗原突变不仅使病原体能够逃避当前宿主的免疫反应，而且还使它们能够重新感染先前感染的宿主。抗原诱变或抗原改变是指原生动物、细菌或病毒等传染源改变其表面的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，从而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的机制，是抗原逃避机制之一。增加，这与相变有关。抗原突变不仅使病原体能够逃避当前宿主的免疫反应，而且还使它们能够重新感染先前感染的宿主。